东石乡下集国小日前举办老校舍正殿动土典礼，由该官副馆长李明月、教育处长王建龙、议员蔡鼎生和地方人士做伙来参加，做伙为下集国小教学环境来改善，也让学生有一个更加舒适的学习环境。我们有好的建筑师团队，专建筑师规划出这一个新的一个校舍。那我想我们今天动工之后会有一段的阵痛期，哎，希望各位小朋友在老师的协助之下，在校园里面要安安全全哦，有些管制的工地，各位同学你们就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自己跑进去躲在里面玩游戏哦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希望你们快快乐乐的长大，也永远饮水思源。副馆长李明月表示，教育观虽然是善观，可是对教育是真拍表投资，并且真重视学童的学习权益和校舍安全。希望未来新校舍正建完成了后，会当让学生一个全新的学习和机会空间，让跩囡仔伫优质的环境中来学习成长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